弹吉他是我在一个12岁时候就想要去做的事情，但可能因为很多年前的一个条件所限制，我并没有去完成。但很多东西就是很奇妙，它在你心里种下了一颗非常小的种子，可能不管过了多久，那个种子还是会破土发芽，然后慢慢的呈现出来。我是 Jonas， 我是一名瑜伽老师，我是一个瑜伽的练习者。我是双鱼座，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幻想，我有很多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那是以前的我。现在我更着眼一些眼下的事情，我更着眼一些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在未知的旅途上面，让我所感觉到的一些惊喜。我们在美好事物里面所能够沉浸其中的时间非常的少，所以你会想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深入，并且去实现你所喜欢的事情，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瑜伽。瑜伽不代表说我们是要去站到一个垫子上面去练习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或者是真的要坐下来去做一个非常安静的冥想。当你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并且完全投入其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称之它为这是一个非常瑜伽的行为。瑜伽它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掉了我许多东西，所以这些变化都是逐渐逐渐产生的。但某一天我才可能发现，原先我是一个非常易怒暴躁并且非常自负的年轻人。当我开始练习瑜伽的时候，在开始的阶段我非常的激进，我非常的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快速的进步。慢慢的，瑜伽给了我很多的教训，了解到我很多自己所不足的地方，然后慢慢得到改变。当我学会接受并且慢下来这个事情之后，我发现我的内心也开始得到了很多内在的平静。